我的资料已经填完了，填了一个资料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家的。明天开始正式上课，然后还挺喜欢这个地方。今日穿搭，然后跑到附近的这个银行，因为交学费只能够付支票还有现金，然后我没有现金也没有支票，所以来这个地方来取一下现金还有取一下支票。现金是4000，然后支票的话也是4000，总共合在一起是8000块钱。明天开始正式上课。银行取完钱之后，取完钱和支票之后，在这个地方买杯喝的。这边全是亚洲面孔，然后买一杯喝的。现在准备出去外面转悠一下，给我自己买点工具。哎，对面有个。看一下自己，来到了宝华寺，然后看一下周边的风景。我今天不能净身，因为我今天来大姨妈，我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，才想起来的。来这个地方的主要是想还一下愿，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去净身。想在这地方。嗨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在这地方看一下，可以吗？来过一次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随意。其实我今天来本来是想静一下神的。但是我今天来大姨妈，然后我妈说来大姨妈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到里面去，所以就在外面看一下吧。在外面随便转悠一下，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自己给我自己拍个 OOTD。累死
九站之后再走。问一下，哎，你好，问一下这女士洗手间在什么地方？那边。好，谢谢。本来是准备来进一下神的，结果我发现我今天来大姨妈好像不能进去，对吧？哈，没事呀，没有这些事。没这些事吗？没有问题。所以我想在这地方求个签，然后拜一拜，心有千千结，想要解一解。所以这一趟来也没有算白来，进去里面呢，我想抽个签，然后现在就不拍了。然后求的是一个53签和41签，都是一个中签。本来是准备走的，然后里面碰到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说，这是人的世界，所以我就进去求了1签。但是我妈说的话呢，我还是有一点忌讳，所以就不进去烧香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就准备走，找个地方去吃饭，然后呢，下一次再过来吧，等我好的时候再过来吧。现在的话，这个点的话还有点早，不知道是回家还是去吃个饭。先去吃个饭吧。我不知道我开到什么地方来了，但是这个地方很漂亮。虽然说走错路了，但是呢，风景实在是太好。如果有地方可以停车，我肯定会停下来的。向右转。怎么这么好看的地方被我给发掘了呢？看到没有，这花花草草好漂亮。太好看了，向右转，然后再向右转，这是要开下去了吗？这住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幸福了，环境实在是太好。在这个小吃这里，就这个。的饭到了，搅拌一下。
全是蔬菜的小米蔬菜。哦，先吃饭。玫瑰花拍一下，这叫做人不无花系列，走。买了收纳的东西，然后一盆这个假的植物装饰。这个是多少钱？12。这个是19。把我的化妆品还有梳妆台给整理一下。然后这是我昨天去买的香水。这味道特别好闻。其实我去逛街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要买香水。就是压根就没想过要买香水，然后呢看到这个东西放在那个展台上面很香，对吧，就试了一下，就随便一试，刚好是我喜欢的味道。这个是帮他续的，就是没有了之后用这个续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好闻，我自己很喜欢，给我最亲爱的晨晨买的。嗯，跟我一样的味道，我喜欢的他都喜欢，就像他每次碰到喜欢的东西都会给我买一份一样。真的，我觉得这边吃的早餐东西实在太丰富了一点。